说好一些了，但是应该还没有太好吧。但是消退了就好了。反正过几天身体好一些，能跟我说说话嘛，就想跟你说说话。我看你都没有看 vlog， 我想跟你说说这几天发生的事情。想跟你分享。好，休息哦。找到了，不会穿着吃下去，还是找到，好开心，反正找到了，到了，开心。刚才去后面的 Subway 买了一个大个的，然后今天其实想吃汉堡，然后买了 Subway， 突然觉得自己好健康，好健康，都是在骗自己，可是回家吃哦，肚子好饿，肚子好饿。早上今天起来也要好好休息，应该已经退烧了，应该就还好很多了吧，应该不会那么不舒服了，但是还是不能乱吃东西哦，好好养着。Taking my time with you by my side。吃饭就再吃不下了，但是每次买之前就觉得自己能吃下一个，因为我不能贪心，还是大个的话。刚忙完模型，应该就那样了吧？我不知道再怎么改了。现在出门去接妈妈，然后如果时间来得及的话就去寄东西，来不及的话我明天一大早去寄。大家有好一点吗？来说说话吧，好不好？来说说话吧。看，今天月亮超级大的，月亮好大。很开心，就是中了一个球，然后兑奖之前就在乱想说，哎呀，中了奖怎么办？我人还是要踏实的脚踏实地，梦还是少做，就还蛮好玩的。我说今天起来怎么会不会感觉舒服一点？今天要做什么呢？要好好把肠胃养好啊，不要再乱吃东西了，好吗？然后今天晚上拍的那些照片虽然都很糊，但是我都觉得还蛮有意思，蛮好看的，就想到了以前每天晚上跟你出去散步的样子。就开心哦。